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诗书画，我是曹可凡。那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古人十二个时辰里的寅时。寅时呢又叫做平淡，意思就是太阳才露出地平线，天蒙蒙亮的时候呢，对应现在的时间段，大概相当于凌晨三点到五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多数人还在睡梦当中，可是城市呢却已经在黎明的光辉里开始慢慢苏醒了。如果有人碰巧起了个大早，没准呢还能够欣赏到别人无法看到的美妙景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阙唐代诗人李白晨起看雪的词。清平乐，唐·李白。画堂晨起，来报雪花坠。高卷帘笼看佳瑞，好色远迷庭砌。盛气光引炉烟，素草寒声玉佩。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刚才我们朗读的是李白的一阙词作《清平乐》。这阙词的遣词造句可以清楚地看出李白的浪漫主义风格，他运用了非常奇特的想象，将清晨的雪景描绘得活灵活现。从李白所采取的比喻对象来看，都是极具特点的，或冰清玉洁，或传奇雄放，也因此可以推测出李白当时写这阙词的心境一定是极其开阔而且舒放的。画堂晨起，来报雪花坠。在华丽的唐舍里，一大清早就起来了，有人来说已经落雪了。接下来顺理成章写道：高卷帘笼看佳瑞，好色远迷庭砌。将窗帘卷起，可以看见庭院的台阶落满了白雪。这个时节正是清晨百官匆匆赶路前去上朝的时候，而雪花纷纷落下，已经掩盖了台阶，呈现出一幅纷纷扬扬的雪白的场景。在接下来的描述里，盛气光引炉烟，素草寒声玉佩，就是说呢，大雪纷纷扬扬的雪势如同炉烟蒸腾，素净而清幽的花草似乎是挂满了一身玉佩，这种高洁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在这种非同寻常的环境里，作者接着写道：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这个比喻其实隐藏了很深的含义，雪雾弥漫缭绕，就似乎是天仙喝酒喝醉了，将弥漫的白云揉搓得支离破碎。在这阙词中，这一形象呢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说非常清楚地将清晨的雪景描绘了出来，既形象生动又新奇浪漫，让人历历在目。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在平淡之时，虽然天色还没有亮，但是呢，在唐代长安城皇宫的阙门外，文武百官早已齐聚等候早朝。那么朝见的场景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幅相传是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作品，了解一下唐代的朝见情景。这幅作品的名字叫做《步辇图》。
画的呢是吐蕃使者朝见唐太宗的场面。全幅共画了13个人，分成两组，左边3人是一组，从左到右呢分别是白衣人，大概就是今天所说的翻译官，穿藏服的吐蕃使者陆东赞和穿红袍的大唐典礼官。这3个人呢身子都微微前倾，显得毕恭毕敬，每个人都显得相对比较拘谨一些。那么右边9个人，6名宫女抬着布辇，2名宫女手举遮蔽风尘的大扇，1名宫女高举红色华盖，唐太宗端坐在布辇之上，神情庄重严肃，目注前方，展现了一派君临天下的气度。这幅作品设色浓重鲜艳，是非常工整的人物画，它体现了对于传统画法的传承和发展。比如绘画的线条，我们可以看得出是传承了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线描法，也叫做高古游丝描。这种线条主要特点是均匀柔韧而刚劲，布辇图的人物形象都是以这种线条描画而成。至于作品的肤色，则有一种新的技法使用，那就是凹凸法。我们在左边3人脚上所穿的靴子上，可以清楚地发现颜色渲染出了一种立体感。那么这种超越平涂的技法呢，据说是来自于外国画家。由此可见啊，古时候的中外交流不仅仅只是涉及到政治、经济，还涉及到了文化等各个层面。这幅画表现的正是唐王朝和吐蕃之间的一次值得大书特书的交流，一件历史的大事。公元640年，吐蕃王松赞干布由于非常仰慕大唐的文明，于是呢就派遣相当于宰相的陆东赞到长安朝见大唐皇帝，并向大唐求婚。陆东赞于第二年到达了长安，并朝见了唐太宗。在经过一番问答之后，唐太宗啊对这位机智的使臣表示了赞赏，而陆东赞呢也得到了唐王朝的满意答复，最终促成了文成公主入藏，留下了民族间和谐相处的千古佳话。布辇图定格了大唐一代帝王上朝接见使臣的情景，它似乎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千年之前发生在朝堂之上的那些历史故事。